吃点饭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轮抽奖还有2分钟就结束了。你不要笑了，你为什么老笑啊？一直在刷弹幕，说我勾呢，我勾呢。那勾不让你干扰了吗？那勾。不吃，我没吃完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这怎么虚区这么低呀？A Q 滑了 ，A 滑了 A， 致命点炎滑了 A Q， 这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还有1分钟开奖了啊！一个饭卡就能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了。W Q 滑了，滑了。滑了，滑了，还有20秒开奖了啊！滑了，我走了。驾驭，谢谢一哥哥又自犯。不怕也不怕呀，那螳螂不搁旁边呢吗？怕啥呀？银马升到2级 Q 就很厉害了，先攒1级 Q， 他这个英雄啊 ，W 技能释放比较重要啊 ，Q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Q 这边打的死我吃死，我直接跟我都不跟。那螳螂没等他腰子把 E 放了就上，必定打不死。2级 Q。时刻保持2层 Q 啊，并且在不推线的前提下，滑了 A W A Q 平 A 吃药，滑了，滑了，平 A， 滑了，驾，平 A 吃药滑了。有闪吗？死了！杀一波 ADC。你俩就干他呗，对，他就一个人，你说。哎呀，这我还得拿一半助攻，这还我一看呢，我都没传送。
插个眼儿，划了 A， 划了，再划了，再划了 A， 划了 W 开 Q A， 耶！驾！有些人可能不会把人往回恐惧啊，怎么把人往回恐惧呢？你的恐惧距离啊，最后这个落点需要是他的人能碰得到的地方，并且啊需要在他的背后，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兵他是腰着，我们就往这儿打，知道吗？他就一定会被我们恐惧回来。学到了吗？驾！如果你的人儿是在他前面的话，就往前恐惧。打个红回家，往前恐惧他就跑了，我们就追不上了，他的人就被我们给恐飞了。先来个这个传送一手，打了个红 buff， 看看他打不打，喝口水。现在我们可以让这个武器大师上来赶赶我们，一打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前提我得是满血，并且有大招。滑了，这怎么这么短？驾！我说不打了，嗯，我说停停，你们居然不停停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等皎月交闪来，皎月不交闪，我们把妖子杀了。我这波上路一大波兵了，等妖子交闪现，驾！哎，我上路一大波兵，我能升到九级都，耽误不耽误事儿？你说？我们已经是有点是无敌了啊，而且腰子这波还没闪，滑了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再滑了。这腰子这一波我来截他截慢了，我截的快点，稍微快点他就死了。他只要把嘲讽交在我线上，他就死了。三项1800，这咋这么贵呢？我都5-1了，9分钟出不出来三项。够了，嗯 ，Q Q 点炎，给大 A Q E 驾，耶呼！小伙子想反夹那是不行的。这回钱就更够了。勾引他一波，驾！我走了。
死亡之舞可以出，玩家也可以出。哎呦，我以为这螳螂能不死呢。这妖这应该没走，看搁哪呢？是不是塔下呢？等一会儿啊，这边等那个消失的 AQ， 他把两个技能全用了啊，我们可以尝试击杀了。 WAQ 滑了 QA 驾，哎，比谁头硬。你可打不过我 WAQAQ， 驾走呗！哎呀，他有大。我都没想到啊，这皎月杀我还得加个腰子，你就一个人杀就得了呗，一个人杀我们就跑了。刚才我把他那个 Q 给他躲了，你直接给我干他，他没R，打他没事儿。没牙秒不了你，他只敢冲上来你就把他干死，你求女死，你都一件套了打不死个皎月，他就四十来刀，而且他还没有大，他要有大那就算了。给我杀来驾，打人掉血吗？谁家的红 buff？ 俺们家的是不是？驾！我给你踹回去！要杀我武器大师，这红 buff 你得给我啊！支援的速度还挺快呗，走呗，走呗！我拆中塔来了。哎呀，打我！死亡之舞有了，下件板甲，然后卸手。这小鸡谁给留的？这小鸡。求小鸡视角，你自己低头看一下不就有了吗？快，我去作战吧。走，找到皎月去。你有啥不敢上的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你说这 ADC 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给点面子了 ADC？ 可以，腰子先死。驾！
呀！谁给个喷塔扣？哪位好心人？我终于找到了，啊，没找着，无人生还。我们吃完中路跟下路的车，我们再去吃上路的车。哎我，走位，走位。呀，哎我兄弟，虽然你不闪现加血，我也死不了。再见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啊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bug 了吧？这不是 bug， 兄弟们，这是 bug 了，这 bug 得修复啊！把这卖了，看钱够不够？这绝对是 bug 了。我开一亿过去，那也算个 bug， 这就好比狮子狗跳眼。哎，算了，这玩意儿太幼了，不杀了，拆中吧。哎呦，我这 ADC 死的惨呐！看看啊，现在是7:39，7:39那边得7:50去准备，但是8点开始。我们先去杀个 ADC 啊！切！你给我死！我给你个扁踹！哎呦，我给我削个！有什么活动吗？斗地主争霸赛呀、啊！今天斗地主能拿前三吗？随便拿，随随便便。我这边还有俩刀鱼。这把打完，我们吃点饭，看会儿视频，啊，静静的等待着斗地主开始。昨天谁是冠军无所谓，昨天爱谁冠军谁冠军，跟我倒数第二没有关系。爱谁冠军谁冠军，跟我没关系。而且昨天是表演赛，啊，拿第几名没用，知道吧？只是表演而已。什么叫表演赛？就是随便给你看看，玩一玩就得了，随便看一看，装装样子，对不对？表演赛。你们三个要打我呀？这可不行哦。
那上个路不守，三个人跑过来干我。哎，回家了。哎，打个红去吧，反正这寒冰也不要红。现在才刺进去，到底是十四个还是十五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哎，哪来一个人？这不人头到手了吗？到个点烟。你俩怎么回事？我先杀这武器大师这一波。哎 ，ADC， 下雨。现在是7:44，我们再玩4分钟，7:48游戏结束，好吧？然后我吃2分钟饭，进入等待时间。等待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几把斗地主。啊，今天谁也别跟我说话，我不带看你们弹幕的啊，我不带看你们弹幕的，不用你给我支招，今天不是说你们吧？玩的不行，只是说你们人太多了，然后每个人说一遍，整的我就扰乱我了。昨天白发浮华，很过分啊，跟我来了一句，猴哥能有今天斗地主的水平，各位都脱不了干系。我让你看看什么水平。蓝脸汉，一血前耻的时候到了啊！一血前耻，成败与否就在今天。我马上传送，一脚把基地踹爆。驾！算了，拆。什么意思？这日女，我们敢把前面挡着，这根本这就没有人敢上。我给你一脚。给他们打点信号，没到48呢，你没到48你就拆，我4分钟吃饭呢。47也行吧。